哈寒者先便秘，所以即摆便秘的人，三个就一个便秘，三个人就一个便秘，所以像咱便秘的人遮多，因为啉冰水；像咱便秘的人遮多，因为不爱运动，啊，佮爱食凉的，啊，就搞便秘。所以搞便秘了，即摆癌症第一名就是大肠癌。所以讲，咱若要予咱袂便秘，啊，咱予咱以后唔好会得癌症、得大肠癌，不过遮是咱上重要的。咱的生命的那个叫能量库的一家，丹田、命门啊，这足重要哈。丹田只要寒，第一个容易酸痛、容易便秘、容易疲劳，甚至容易失眠。啊，这个就是寒最基本的反应。所以讲日本研究，咱若三天无大便，大便出来大便的毒死鸟鼠，何况咱个肠道肚内底藏几啊天。哦，自体中毒足严重诶，哦，所以讲伫安尼情形之下，第一，一天若大便上好，就是爱用两杯，一天最少要上两次的大号，你身体才会好。啊，你若一天上一遍，也是两三天啊上一遍，也是四五天啊上一遍，你诶身体绝对无好。哦，所以互大家了解吼。哦大便足重要，爱会食会放，身体来健康。啊，放毋是会放尔，爱放会清气。啊，若放袂清气，一礼拜爱清一遍啊，啊一个月爱清一遍啊，吼，这足重要诶，吼，嘿。再来治百病，百病不生。咱要会当治百病，百病袂阁生起来，爱靠啥？必备的条件就是爱专业化、数据化、科学化。上简单就是爱简单化。足简单，袂影响时间，过来呢，但有法通全面化。你若无法通全面化，无法通生活化，你敢有法通做个？我叫你逐天运动半点钟、一点钟，你做会到无？我叫你逐天拍手，一天拍两摆，你做会到无？我逐天叫你浸脚泡脚，你做会到无？做会到啊，因为麻烦啊。啊，即嘛较贫惰，若要讲较好听，讲无用啊。啊，若要讲较歹听，讲大家拢贫惰啊，对无？啊，若上贫惰，甲当咱倒点点空呼吸都无爱啊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所以讲一定爱介简单，各位啊，安尼有简单无？安尼甲放下，安尼有简单无？足简单嘞，吼、哦！所以讲呢，若要浸脚叫干泡脚，毋免用水，即个甲开个甲床涂骹，你甲搭嘞，温用泉即个搭嘞去就好啊。你就看咱就哇，再搁白白个规身骨汗，哈，还搁干泡脚，哈。好来，再来，打开生命健康的黑盒子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虹膜？有没有去看过虹膜？啊，有看过的举个手好吗？好，啊，有没有看过？有没有去背的量过经络？有的有哈。有没有做过量子检测仪？好，这三项合起来，对咱。透视你的先天体质、后天体质，甲你即马所有的问题，甲未来会发生的问题，只要用这三项仪器检查出来，人讲的千金难买早知道，哦，免到千金啦，哦，即马介简单，啊，若便宜拢爱万金，即久这三项仪器便宜，你检查一拢一万块到三万块左右，哦，但外口像我安尼推广讲，来有闲拢免费。予大家了解，因为我要爱是要爱啥，恁大家拢莫破病，恁大家会当恁家恁的家恁的亲人、家恁的亲戚朋友，要你食药啊，身体安怎伊伊袂好个，你甲报来听我演讲就好啊。啊，所以讲以后有机会，我会当啊，甲恁服务吼。咱个目睭就是安尼，咱目睭呢，第一，只有只一款个目睭。像这个目睭，这个癌症的，迄嘛癌症的，阴道癌，啊，迄个便秘的酸痛，啊，这个是短命，这个叫短命鬼。这个目睭的人，拢活袂超过五十岁。因为我看目睭看三万几类啊，所以呢，我看太侪啊，介少看到这种目睭超过五十岁。所以人讲啊，你运动，啊，运动到一半就猝死。我讲实在，一个血流来，感冒了就恶性去啊，歹势。迄毋是无原因诶，
迄毋免你怪怪啥，怪啥物啦，怪学校怪啥，免怪，怪家己，家己着迄大面的体质。你搁无甲顾，搁啊淋面水，搁啊调焦炭，即款来讲，你永远年轻，吼、哦，永远年轻着讲快死袂老，即款的体质着永远年轻，快死袂老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呢，啊，若像即款的酸痛型的，即款以后拢会着，较到着啥物病，酸痛啦。腺体方面的疾病，腺体、肺腺、乳腺、淋巴腺、子宫腺、胰腺，那腺体的癌症是最艰苦的，啊、哦，所以讲，若像这款的，这个较容易得腺体方面的疾病，哈、哦，所以讲，规目睭看，像这个，规拢白雾的，这五十外岁，双博士，这个来我遐，我甲看了，我讲你有色腺瘤，伊讲啊，你这袂准啊。我逐天你得去到，我是双博士，我是你教气功的老师。你讲我身体无好，我袂讲，他不相信我安尼啦。你嘛是双博士啦，知识分子嘛，知识分子来，知识分子的风度嘛。安尼来，三个月你检查一遍，三个月检查一次，我们来追踪，连续四次看看，四次全部检查出来，报告都一模一样。结果呢？搁经过，伊搁讲无准啦，讲无准袂要紧，反正总统一定会等到你。过无一年，自动打电话，老师，你有滴个无？讲安怎啊？甲你讲你肿瘤啊，许，哎，是啦。我多4点多乘以4点多，因为伊是大公司的主管，所以呢，伊要检查进程，前两天伊感觉讲大小便袂顺，伊讲吼。伊这两天要小便拢爱脚拿起来抖一抖，那像狗仔安尼，抖一抖那放袂出来。结果伊拄啊到这主管健康检查，一检查，色腺肿瘤，4点多乘以4点多。所以讲讲安尼有准无？伊讲有啦。好，所以讲像这个，所以讲伊这爱啉冰水，这规个拢白雾雾。咱的这白雾的就是寒，好。啊，这样修改，好，终于找到了全世界最神奇的养生术，可以彻底远离疾病 DIY 的方法。你有任何问题，啊，接下来还有方法嘞，啊，不是要彻底远离疾病，啊，温热疗法，但是爱知影放伫倒位，爱伊的开关伫倒位，目睭的开关伫倒位，脑部的开关伫倒位。心脏的开关伫倒位，胃的开关伫倒位，啊、哦，咱捌听过一个原子点疗法无？有哈、哦，嘿，因为我做脊椎，我连做二三十年啊，所以讲呢，我利用就是也有跟原子点疗法雷同的东西，哈、哦，但是我教的拢较方便哈、哦，所以讲呢，原子点爱去假手他人，啊，我教的拢是咱不假手他人，你若背部穴道要怎去医？医到无，医袂到要安怎？咱去找迄个鼻仔角，啊，即尖尖的所在，啊，你着去，啊，你家己找，哦，海底足深的，啊，着甲按一按，啊，你着好啊，唔免着假手他人，假手他人伤麻烦啊，吼、哦。所以我有人客，一礼拜去用按摩3遍4遍，伊讲上济会当等一工，伊若一工无按摩，强要活袂落去。结果一边拢订2-3点钟，拢开几啊千。结果来听我演讲了尔，但这白无几工，伊讲老师，好、哦、太好用嘞，我即摆免去过去用订钱啊。吼、哦，啊，久久啊，去甲捧场一个安尼，换变捧场一个尔。伊则是逐工去的，吼、哦，上帝等一工。伊讲伊人生即摆拢托爱倒点咧红订钱安尼尔，愈订嘛愈订吼。所以讲，这得爱方法。所以阿妈骨定硬症，要安怎家己放松？足侪人，哎呀，脖子很僵硬，肩膀很僵硬，怎么放松？不假手他人，手举起来，手往那边，啊，咱头往这边，安尼，你甲做几遍啊？安尼，甲做几遍啊？我甲你讲，肩胛头都练起啊，因为咱这个肌肉不甲伊拉开。你的咱的肌肉的电，我们阻抗伤悬，所以讲咱安尼，伊会当拉开，拉开了，阿母骨就连落来，这是足简单的方法。
吼、哦，所以讲呢，有机会，吼、哦，有机会教咱足侪吼，全民乐起来，掌握排寒排湿、治完己方胃病、轻松百病除，救救健保局。很多人说，老师，阿公这样无赚钱啊，我有叫你开偌济钱啊？我讲叫你开钱无啊，我无要卖你物件啊，敢毋是？所以讲呢，无观念的问题。现在赚取未来不生病、不得癌症、不躺最贵的病床，就是赚大钱啊，不是吗？人家说床前久病怎么样？无孝子啊，对不对？身体够好较重要，吼、哦。够未破病老来啦，未破病，就是你赚大钱啊，吼、哦！所以讲呢，你讲价值偌济，那老来，互你得一个癌症的，你看爱开偌济钱，不一定会把你身体买回来，吼、哦！开钱，搁减痛苦，啊、哦！所以讲呢，什么床最贵？病床。啊？病床。病床最贵，啊、哦！什么席梦思，什么非梦思，什么思不管。这拢一顶二十万、三十万拢无贵，吼、哦！什么床上贵？对，这张床上贵，这张床让你睏到倾家荡产，会让你睏到足痛苦的，吼、哦！所以这张床最好莫去睏，一世人拢莫睏。但是呢，全世界统计起来，即马99%的人拢死这张床顶头，99%的人都死在这个床上，病床上。为什么？一辈子打拼赚来的钱，都是养医生、睡病床、给药厂，对不对？痛苦，活着痛苦没尊严。拜托的，你敢要过这种生活？那安尼你敢会甘愿？唔甘愿家造成的啊？啊，若要好，就是即摆好啊改变，吼、哦，好啊改变你即摆的生活，好啊改变你的心念，我相信。你的人生就无同，哈、哦，所以讲，最后平均十年，拢伫食药啊。有人食二十年、三十年啊，有人食较少，所以平均一个人爱食十年的药啊，哈、哦。最后三年至五年，拢爱躺在病床上，在那折磨。你讲的加活五年、加活十年有意义无？无意义，但是会造成安尼是安怎来？自己养出来的。所以你自己要改变，怎么养出健康，不要再养出一身病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教各位是要怎么样养出健康，不要再养出一些病。好，寒湿酸，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，这会让我们阴阳没办法运转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讲的啊，寒从哪里来？我们刚才在谈寒。寒最大的寒就是什么？喝冰水。最大的寒就是熬夜。啊，最大的寒就是我们的心念。这些尤其现在人，只要你吃西药，保证都是寒的。你去看看你的朋友，甚至你有去住过院看过你的家人朋友住过院的，只要在医院吃药的，舌头一定很厚的。舌苔，而且还会臭哎！只要你到医院去看，每一个病人绝对舌苔一定很厚，因为所有的药几乎都是寒的药，啊，所以呢，只要你，我常在讲的，不管得什么癌症，如果你还是相信西医，但是不排斥辅助疗法，那在用西医的治疗过程当中，请你。把这个温热器多摆几颗上去，做化疗就可以减少一半到80%的副作用。那我也没有叫你吃下去，为什么不要试试看？不是吗？我讲的很简单，又没人试试看呢，那就看自己了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情绪悲观、得失心重、喜怒哀乐，这个都会产生我们身体的寒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要不然我会告诉你，为什么喜怒哀乐得失心重、悲观的人会产生大量的寒。有一本书叫做《生命的答案》，谁知道？有没有听过？有。有没有看过？有。啊，他就告诉我们很清楚了，
我们身体70%是水分子，所以人讲你骂人去真正，既然动动心的时候，你70%的水分子都污染了，让你的思想污染了，所以还没有骂人家，还没有伤人家，自己已经先受重伤了。啊，所以呢，未来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聊这个身那个灵的方面啊，身心灵的方面啊。热的不足则不通哈、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讲的，尤其啊，我看过很多那个血癌的病人啊，血癌的病人他是怎么会得血癌？过寒，而且这个人大部分都喜欢喝冰水饮料，啊，所以呢，很多东西都是喝出来的。不了解的话，他认为说为什么我的小孩子会这样，为什么我都没有做坏事，为什么会这样，这个都是自己造成的哈。寒的表现是什么？寒的表现啊，来那边去给我那个厕所里去啊。寒从哪里来？观念厕所的生活啊，这里最大的寒的来源啊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讲的很简单。所以咱讲寒，你来讲痛，痛啊，痛是大量消耗热能的情况。像癌症，我讲一个癌症，啊，这个癌症呢，以安尼连续24小时的痛都没办法止痛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月瘦10几公斤。一个月瘦10几公斤，两个月瘦20几公斤，瘦得不像人。所以痛也是大量消耗热能，好，所以我们当爱注意的哈。好，寒的表现，疲劳。这个人做个疲，大家拢听有啦吼，讲到一半，我拢问大家听有啊，听无啊呢？寒的表现，第一个就是疲劳。只要你容易疲劳的人，就是代表你体寒；只要你补充热能，那你疲劳就会改善。啊，告诉各位，啊，然后如果你开始会酸痛，不是寒而已，你体内的毒素过高了，太多了。啊，只要我会僵硬、会酸痛，这代表你体内的酸性毒素太热热太多了，所以你温热以后会改善，但是没办法完全改善，还要配合的。把热热清掉，啊，这一些都不是病，这一些都可以在短短3个月半年可以整个改善的，所以在我的眼里，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，只有不配合的病人，还有一种病医不好叫什么病？心病。业障病、心病，啊，业障病你捌听过无？迄个是心做出来，啊，所以讲呢。真平平有医吼，啊！若遮个假病者吼，这拢是唔免食药就好诶。各大书籍报道，你们外面书籍就可以看得到，体寒是万病之源，治百病靠体温，百病起一寒，温度决定生老病死，一通百通除百病。所以我同你讲诶，一通是什么通？脑袋通是最重要。再来。肠子通，大便大小便通，血管通，那你就没有病了，啊，所以很简单啊。再来这本书，有没有看到治百病靠体温，连癌症都是7天见效简易的温热疗法，你们都可以去参考，啊，你们都可以参考。再来呢，这两本书治百病。啊，百病起寒，告别虚寒，温暖体质不生病。这些书已经太多太多了啊！我大概拿了几本给大家做参考，啊，简单有效方便。所以现在我在教的都要很简单，不假手他人，而且一天花不到几分钟，一次最多5分钟而已。你如果身体要好要快，一天最多花5分钟就好。一通百通除百病哈，温度决定生老病死，所以温度重不重要？重要。我们吃东西，如果当你很冷的时候，是不是吃一些饭、吃一些烧的物件，你就水较袂寒？但是较加较可怜，哎呀，佫寒。
因为咱就是讲，咱食落去，咱体内本来就寒，无法大家完全转换。啊，咱的气血阻通阻塞，气阻塞以后，你的热能供应就不足。所以讲，有人你看起瘦瘦啊，你随时也无伊的手拢烧的；，我咧看起来肥肥啊，你当时也无伊的手拢热的。所以咱就讲身体好歹，要安怎家己自我检查，你知无？知道吗？身体好不好，没修剪啦。冬暖夏凉，你冬天手脚一定是温暖的，你夏天手脚是有点凉凉的，但是不会冷。啊，你吹冷气也不会手脚冰冷。现在人做侪拢是一年四季只要在到冷气房就手脚冰冷。啊，这个就是很糟糕的。啊，现在大概80%的人都是容易腰酸背痛。有人说，我坐椅子坐太久，我就坐办公室的，就用牵拖，就用提一寒带，腰酸背痛。你若讲腰酸背痛，你敢地板甲睏一工啊，睏一暝啊，你明仔载起来绝对腰酸背痛，有经验无？少年讲哇，遮热，我来睏地板，吼，睏过来偌好个，透早起来，哎呦，腰酸背痛，你若睏一礼拜半个月，那寒极筋骨啊。啊，身上就下袂润，迄个变成什么货？风湿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呢，个人做侪人唔知啊。少年呢唔知影，好运动，走，安尼规身骨关，那血伫倒个，好，当咱迄水，咱水来撩袂去，好，真好。哎，可无30岁、40岁卡袂行，了解无？啊，来走个规身骨关。迄冷水甲冲落人，袂当随缩起来，随拽起来就会。所以很多人不了解，为作药的，我一个人摕一个朋友，因家己的人，吼，走煞规身骨汗，迄冷水冲落去尔，冲了就感觉倒袂去，规人缩起来，救袂起来。啊，所以足重要的，所以讲咱足侪人唔知影，一寡问题拢是汗。足热诶，走走诶，冰水来，咕，一嘴甲啉到完，捌听过无？三条，成大清气，捌听过无？安尼啊，人未到，啥情况？成出大气诶，即个拢啉冰水三条啦，八条中气，即下啊，即要怎处理？若较少诶，伊速着拢毋食烟啊。啊，吃咧！啊，若是讲大人去缩着咧，吃的心像我老白条的，吃，动不动就要喘些大气，较爽快。那迄嘛足简单咧，两遍三遍就好啊。啊，你若搁较简单嘞，逐工弄饼，倒一两个月就好啊。啊，啉烧水，啊温热，啊逐工炖饼，把迄个汗逼出来。安尼嘛会使，啊，较紧诶，用食疗，啊，甲炖一个肉，啊，食食诶，啊，变甲长几下，啊，着规身骨着开始吐，规身骨汗，啊，你计着一遍、两遍、三遍就好啊。啊，所以我敢讲，没有治不好的病，就是讲我有足侪方法，吼，啊，迄个疾病我医袂好，迄个家己靠家己忏悔，吼，来。养生保健只要爱简单、简单化。